skin. Stack up those dreams, won't let them go. Give me that sunshine, sunshine. Give me them good times, good times. Nothing, nothing but good vibes, good vibes. Give me that sunshine, sunshine. 我对我的白马王子有过很多的想象，虽然你不白，也没有马，但你接受我所有最真实的样子。在你面前我可以做我自己，不必当很拘束的公主。对我的愿望你总是使命必达，这样的你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王子。 Cause when the skies come out, give me that sunshine, sunshine. Give me them good times, good times. Nothing, nothing but good vibes, good vibes. Give me that sunshine, sunshine. Bring on the summertime.请告诉我听什么牌？听的牌呢？从冰桶里面把它捞出来。你们是不是没有想要帮忙？好，哥好冰哦，这样可以了吗？听，你的答案是什么？一四八，就是一四八，一直发，答对了。前十个坏习惯，来，伴娘开始，伴郎，帮忙写哦，新郎的坏习惯。太帅，肚子太大。这可以，这我可以。计时开始。手机掉。特级厨师的礼物，请享用特制早餐。哦，不要，哇，沙米对不对？新娘今天早上新娘为你准备的早餐，一定是瓦萨比。多多了，那你再喝一口给我吧。请用十个成语形容新娘。沉鱼落雁。还有什么？一鸣惊人，石亮惊人，石破天惊。哪一个是新娘的成语？最后的中间。这个最爱搞怪。经典重现，与伴郎重现照片上的动作。照片是我们拍的吗？请重现这张。要露肚子哦。哦，不舒服。右手。动不动就美了。最后一题，通过拒绝啊！我们今天先出去排列照片，限时一分钟。哎，这张完全没有我，请问我怎么会知道 ？Hello。怎么了？就是。嘿。十张。是。来，第十张这样好。这样吗？第八张、第九张、第十张也对，好，只对三张。我们要变身为魔镜，回答我的问题。第一题，请问你叫什么名字？石原里。魔镜啊，魔镜，请问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是谁？林子君还有汤啊。这答案太狗腿了。好，恭喜，闯关结束。是大野狼吗？大野狼吗？吼吼吼！我是你奶奶。我要进来了。你们两个要切记，结婚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是0.5+0.5等于一。超的。所以你们要真的很有道理啊。各自舍掉你们一半的脾气，彼此容忍，互相扶持，你们的婚姻才会幸福美满。好，好，到那边要孝顺公婆，然后有什么坏脾气要，就是不好的习惯要改，知道吗？好，虽然。
子君会嫁来我们家，可是她永远都是你们的女儿，然后你们随时都可以把她叫回来，差不多就这样，都可以叫回来做家事，然后再回去都可以。谢谢爸爸妈妈，然后我现在要去吃到另外一个家了，吃到另外一个家，我去那边会好好遵照你们的教诲，继续吃到另外一个家。第一个抱子君的人是我，不是你。是。第一个亲子君的人是我，不是你。Yes, sir. 可是呢，我希望能够陪伴他一生的是你，不是我。今天呢，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你，我希望你呢能够像我一样呵护她、爱护她，知道吗？好。之前你一直问我说为什么想要娶你，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每次吵架的时候我都会想说，所以我们真的这样就要结婚吗？有些人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会有很多无解的争吵，可是我觉得我们的相处很不一样，每次吵架我们都会去努力想办法改善。我答应你，我会竭尽所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还有让你吃饱。你永远都是我的最爱的人，我的老婆。虽然我们没有城堡，未来可能有各种比恶龙或者是巫婆更困难的挑战要面对，但今后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创造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完成属于我们的童话故事。在遇见你之前，我的生命很完美，在遇见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生命还可以更加完整。老公，我爱你。